我们今天做公行善团的义检的服务列车，开到的我们柳岩菩提林教养院啊，实际上我们长期跟他来服务的部分啊，来的时候我们这个院生看到我们的志工伙伴，大家都非常的高兴，今天又有人来让他更变得更英俊、更漂亮啊。当然，我也感恩我们今天来服务的是男子理华工会的理事长带领的志工伙伴。啊，因为也代表韦市长感谢他们，平时都能够到这样的一个弱势团体来做服务的部分。还有我们服务下来这几年，可以都已经尊重我们，咱较早讲要来这个所在，敢理那个整理这样头发的部分，来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给剃落就对了。尤其大家就好整理啦，男生就理光头啊，男生就把头发剪了。现在较短就好啊，但是现在没有，现在就会尊重被我们服务的人，他们尊重他的意见，会跟他征询你想你的头毛、你的发型要怎么，这样会比较对你会比较好，你喜欢怎么样？所以他们也都很高兴，我们能够很这样个客制化、很尊重被我们服务人的想法，所以我很感恩志工伙伴这么用心。那当然，我这边再次代表韦哲市长感谢我们志工伙伴。